九巴就喺今年嘅5月5日开办咗全新青沙特快206A 线，收为86A 嘅特别班次。呢条线同样都系服务沙田围、大围、龙岗深水埗、长沙围一带嘅乘客，不过条走线就相当之特别。去到大围之后，就同主线唔同，先行青沙公路。葵涌交汇处直达美孚，其后再行翻青山道，跟翻原有86A 沙田方向嘅走线。虽然呢个走线去长沙湾商贸区，相比86A 系快咗唔少，但经过交通关注组嘅实测，证实去深水埗石硖尾的确系比86A 慢。而为咗再验证多次呢个讲法 ，Backpackers 同 Copper Cup 两台合作实测一条交通比较嘅影片，由沙田月明村去长沙湾政府合署，去行青沙经美孚嘅206A 快啲啊，定系行狮隧经九龙塘嘅86C 较为快捷咧？
咁喺今次嘅一决雌雄测试入边，系由九巴嘅86C 路线胜出，而反观嘅系正途经青沙公路同埋狮子山隧道嘅行车时间，基本上都系相约嘅时候，咁继续途经石硖尾，系咪真系咁有必要呢？我系楚明武，多谢大家收睇今次嘅一决雌雄，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各位观众，系咪对今次嘅两台合作觉得好精彩呢？仲想要下集？咁就要你哋嘅多啲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同埋 Backpackers 嘅 channel 啦。